以拎出嚟啦，但唔好用住，因为咧呢、這个纸炮咧其实就唔系俾我嘅，其实系送俾我妈咪。系啦，佢今日都有嚟睇我啦。系啦，唔好再喊，唔好喊。系啦，咁因为我妈咪真系，我觉得佢一直以嚟都俾好多自由度我啦，即系我想玩啲咩就玩啲咩，想学啲咩就学啲咩咁样啦。即系除咗身高，佢冇俾呢个自由度我啫，因为大家都系好细粒。但系真系好多谢佢，因为我觉得系啦，即系好似我遇到任何挫折，可能佢明明可能好担心嘅，我觉得，但系佢都会用呢个沉默去默默咁样支持我做嘅所有事。多谢你，我数三二一。订阅我哋嘅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揿埋个钟仔啊！